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。为了爸爸和妈咪的安全，我还是自己离开吧。轮胎，你干啥去啊？爸爸，你不要管我，让我自生自灭吧。说什么玩意儿呢？外面下雪了，赶紧进屋。何叔叔，到底咋回事？我听说我们身上携带病毒，我怕传染给你们。拉倒吧，不信谣，不传谣。人家权威机构都说了，猫狗是不携带病毒的。真的吗，爸比？这么说，我不用离开大家了，爸比也不会遗弃我。我怎么会遗弃你呢？我会爱你一辈子。不信谣，不传谣，不聚餐，多通风，勤洗手，出门戴口罩。权威机构已发声。猫狗是不携带病毒的，请各位铲屎官理智对待自己的宠物，不伤害，不遗弃，让我们携手并肩对抗疫情，加油，我们行的。